挑战在各种地方拆卡，我就想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直想让我在垃圾桶旁边拆卡呀？垃圾桶旁边实在是太臭了，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吧。你们别叫我在垃圾桶旁边拆卡了。看到有很多人想看我在这个废弃房屋里面拆卡了呀，那我今天呢也是准备了一些卡包，准备来这个废弃房屋里面拆。这其实不是废弃房屋，这是一个没人住的。给你们看看这里面，确实还是有点吓人的。我找一个地方拆掉吧，这里吧。嘿，这种房子里面感觉回音好大呀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看看能不能拆到好卡吧。三丽卡特林加奥特曼复合型 ，LGR 欧布奥特曼智勇形态，下一包。哎，一张 SHR 终极赛罗必杀技终极赛罗之剑，一张鱼饵西卡利奥特曼。哇哦，居然出了一张 SHR 新版 3D 卡，3D 德卡奥特曼闪亮型，鱼饵迪迦奥特曼空中型，一张横版剧情，还有一包 3D 真特林加 LGR 黑暗路基艾尔。不要呢，在这个没人住的房屋里面还拆出好卡了，今天运气不错，我们去下个地方吧。刚刚我要走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一个什么动物做的窝，好像是老鼠窝。你们就那么执着于让我在垃圾桶旁边拆卡吗？我是坚决不会在垃圾桶旁边拆的。这边发现一个幼儿园，那我就在这个幼儿园旁边拆卡吧。我带了几包36弹的两元包，看看能不能拆出好卡吧。 SR 一张鱼饵奥武特之王， SR 一张 SSR X 超越型贝塔闪光装甲，SR 幼儿园旁边拆卡的运气不太行啊，我们把这个垃圾收拾一下，走了走了，别被那些幼儿园小朋友看到了。你们想看我在什么地方拆卡的，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